是否和我一样，去了很多地方，住了很多旅馆？大家好，我们是超级喜欢台湾的韩国人。去年底东京铁塔的彩虹，五月的巴黎香榭大道的微风，当时的你说要记住这一分钟。生日的星期一。好，지금뭐하세요？首先画台湾地图。여기가우리가두번가본타이페이。对，这是台湾第一大城市台北。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好，당연히알죠。우리가두번가본타이중。对。我们想要去台湾南部旅游，坐飞机去。高雄。坐高铁去。嘉义。坐森林火车去。阿里山。坐公车去。垦丁。希望参加这次活动，给大家介绍台湾南部的美丽。기대해주세요。再见。